而开》是一首著名的俄国电影的插曲，歌曲表达了少女对心上人的思念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这首歌从50年代的中国一直流传至今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下面请欢迎何文艳给大家带来这首《红梅花儿开》。Our next performance is a vocal solo by Miss Wen Yan Ho, Cranberry Flower Blossoms.